今天要来打工的那个人刚才说突然有急事不能来了。这件事我来解决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去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找到打工了，有5万。去哪里？ Goldline。本部长，有客人来找你。直接穿我衣服，你想找死啊？他是今天来协助我们处理工作的兼职人员。可以放在这里吗？好。哦。出现在公司了，他现在就在商品计划室。什么？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购物王陆毅